已经咧，咱组长、副组长啊，各位前人代表啊，大家晚安。首先咧，讲到咱天恩寺的，咱做事的方式，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的代恩代德，已经咧，咱好老前人的过海开台，我大牺牲，咱。潘先人余秀大仙呢，以及咱周先人各位点案师以及呢各位千人大众呢苦心的教行的师傅行的，今仔日才有这机会呢，直接向各位千人大家共餐啦吼，会当呢来到咱客家寮李大柱这个庄严的佛堂，吼，所以讲呢，咱都是非常的舒适，吼，今仔日呢吼会当呢，大家共处一堂呢，使讲这是感恩上天慈悲啦，最大的尊贵。所以讲呢，今仔日这班呢，本地是咱迄个做讲师呢伊的课啦，伊昨昏佫临时做一下昨昏临时讲，伊即马佫是香港啦，临时讲就无法度来担任这个工课。何况呢，想讲本地要请。前言咱即个甘肃就去讲啦，用红方哦，我嘛唔知要安那安尼来联络一寡甘肃来担任所以讲何方的借这姻缘人向大家来做一个结缘安尼啦所以讲咧今仔日呢，咱今仔老师同恁讲咱今仔日会当求问去问着这个宝贵的大德咱老师志光老师同恁讲啦今仔去问着这个。遮尔啊好宝贵的的大道咧，咱要转去咱的国家国家乡啦就是讲老师甲恁讲要转去爱有规天的五行资料这五行资料吼，这是咱老师咧伊这五行咧甲咱甲恁讲的就对咱所以讲咧，咱今仔日咧咱的了解是对五行的这五行呢，就是第一呢，咱的德性篇，第二呢，咱的戒律篇，第三就是咱的心量篇啦，第四咱的火候篇，第五就是咱的元经篇，这就是咱每天的五行的资料。爱具备这五行的吼，咱要登记咱的，要登记咱的五极一天的吼，就无困难啦，所以讲咧，咱的前人咧像老师就甲恁讲讲修道咧，只为偏定咧，不问地位啦，行道咧，重于热情热忱啦不论贫富咧，对事情咧爱认了真心，对难事咧不推诿，尽心尽力去完成咱的大事，这是咱老师甲恁讲的，咱修道咧只为咱的偏定。咱今仔日一贯天道，咱的平定呢到底爱做关系啦，什么叫做平定？就是讲咱所做的一举一动呢到底有下着咱修道的标准啦。你若讲一个佛教的师傅呢，伊迄领袈裟若穿落呢你看安尼足庄严，你看来到底伊就是有迄个啥呢？迄个师傅啊。迄个偏执啦，安尼今仔一贯天道嘛是同款啦所以讲咧，修道咧只为偏执咧不问地位，咧无咧问咱的地位啦。讲咱这个地位是偌高，你是总经理、董事长还是讲我是政府的官员咱修道咧就不问地位啦。偏执咧容易就成，不论偏误，就是讲咱啊在这修道的当中咧咱或者爱热诚。你看咱来到咱大主遮因为修办道做大主提升弘扬足济呢敢是？你看来着好安尼款车轮啊好道场互咱用啦椅啊今仔互我甲看椅啊拢新诶呢搁互恁一个舒适呢你看呢，咱诶大主呢，你看伊有迄个热诚诶心呢甲咱招待，你看咱拄食倒来呢用啊泡着咱招呼。这个是咱的修德，用一个热忱啦
不能偏误的讲，无咧分讲你是好业善，你今仔若出好业，讲哦，这个好业，我对你较好。啊，今仔你修道呢，出善呢，哦，我就安尼凊彩吼，这绝对，哦，修道绝对无这个分别心啦吼、哦。对这种呢，爱认着真心，无论你带着啥这种的吼，绝对爱呢，吼、哦，爱真心去做啦吼、哦。对困难的代志呢，会使安尼下提提，就讲啊这。工作毋是我，吼、哦，我叫我去清便所，吼、哦，叫我做一寡呢，叫我去扫地，吼、哦，咱呢今仔修行拢无咧分工，咱去做啥工作，无论便所、扫地，像咱今仔日呢安尼，吼、哦，啊，大家真慈悲啦，吼、哦，安尼拢嘛一寡道亲哦，比咱的比较圣道，吼、哦，去遐清扫，吼、哦，就是呢，吼、哦，无论啥工作呢，吼、哦，咱拢爱尽心尽力去甲完成着咱的，吼、哦，代志，吼、哦。所以讲呢，即是安尼，吼、哦，咱个吼，志业甲恁讲啦，吼，讲一志呢开设全部金嘛，吼、哦，即咱时常捌听过吼。其实呢，是人心也是自由自在，停不拔啦，吼、哦，无往干道呢，往地因，吼、哦，即一志开设呢，全部金就自古以来呢，古早较真呢，吼、哦，绝对呢，全部金就是讲自古早以来，吼、哦，你绝对呢。那无呢？咱的祖师代代相传的吼，也是呢吼，较早呢，功能上上会当得闻到这个大道呢。普通呢，甲当今的社会呢，就是拢袂当的吼，受损一致啦。吼，这是咱的弟子甲恁讲的，师爷甲恁讲的吼。讲知识是人心妙心的吼，你今仔若无受损一致呢，吼，啊，予咱的祖师呢，吼，一个道吼，过去的祖师安尼会当心应心，吼，伊绝对无法当去。哦，无摕到这个妙法啦，哦，所以讲呢，自由自在，定不拔。无妄干道方知音，就讲今仔日呢，咱老母娘是这宝贵的大道，哦，干下了，互咱每一个人拢会当知影。只要呢，咱会当有心，哦，要来求道，要来学道，要来修道呢，哦，咱拢会当去闻到这个，哦，这个宝贵的大道啦，吼、哦。当得到这个妙法，吼、哦，啊，所以讲咱今仔日呢，吼，在座各尊呢，大家大家拢已经找到，吼、哦，已经呢，拍开咱心中的，吼、哦，诶，希望啦，吼、哦，今仔日，咱一闻到这个宝贵的大道，绝对呢，咱的心已经找到咱如来地位的宝藏，吼、哦，所以讲呢，咱有一个，吼、哦，一个宝藏藏在内底，咱都唔知影，咱已经找到啦，吼、哦，贯彻了定罪万年的灵魂，吼、哦。解决了六道轮回众生啦，打开了超生了世的大门呢，指引了众生归家的道路。哦，恁今仔日呢，使讲大家做幸福，咱要保重咱家己有一个保重。哦，你若呢，哦，你若迄个保重啊，装伫内底哦，你唔知影，迄保重内底迄个物件呢，哦，是非常的哦宝贵，非常的珍贵啦，吼、哦，就是讲咱有一个哦真正的咱的自性本体，咱拢唔知影噶。砍掉嘞，吼、哦，咱都唔知影啦吼，唔知影伊个光啦吼，伊个光亮啊，所以讲咱今仔日先吹掉，去予咱哦啊回家的这条的大道啦吼、哦，这条道路，所以讲呢，咱老师呢，使讲呢，吼、哦，伫咱的南屏山遐呢吼，盼望着咱的多子呢吼，爱赶紧倒腾去，所以讲呢吼，咱老师伫遐实在是吼。哦实在是足伤难的啦吼，啊，所以讲呢吼，这条道我咱人来继续来练吼，这样。小哥，你个这条帅呗，哈。咱南屏山足伤难的，吼、哦，啊，咱逐个做伙来，吼、哦，听着老师呢，啊，这条的啊，道歌。啊，你当前做伙唱哈。
老师呢吼，而且足思念咱就对啦吼。老师的经营呢，子女啊吼，书能等淡如芳年，是我真的能回去呢，书一点吧。不过也没有一处一处书，相信你们会去做去选生，参加人在等你啊，你很快回来。真的好想你。青春不用钱的你，人生的路上虽有风也有雨，要勇敢走下去，山河千里所以讲咧，咱进入咱的本地吼，咱的德性篇吼，老师甲恁讲的吼，德性哦，咱的德性是啥物呢？是圆满的境界吼。有了德性呢，无论在心在外，该用的处处宽容啦吼，即使受苦受诽谤，也会当呢化为平淡啦吼。这是咱老师甲恁讲的吼，咱的德性也是咱的自性本体吼，咱今仔日当。像佛祖安尼，当修到这个圆满的境界呢吼，咱个无论吼在性在观呐吼，伊所做个代志，到底会当吼宽容吼。即使呢受人个甲咱诽谤呢吼，咱会当化为平淡呐吼。咱来用咱个自性本体去处事，做啥物代志呢吼，到底会圆满吼，嘛袂向人计较啦吼，敢是吼。所以讲呢，即是咱个德性，甲恁讲，我看咱。哦，咱老师伊个安尼甲恁讲，我安尼做伙同阿念一届啦吼，安尼大家较有迄个心得啦吼。好，德性篇第一呢，吼，安尼做伙念来，德性。德性是修身的根本，仁者无敌。一个人若有才而无德，便会招来别人的嫉妒。如果能力强，德性就要。一个有仁德的人，大家都会心甘情愿地跟你们在一起。大事本来面目，得失当然的行为，你要学习率性而行，把当然的行为做出来。哦，这是咱老师安尼甲恁讲哦，咱今仔有哦。这个德性呢，吼，是咱修身的根本啦，吼。人讲仁者呢无敌，吼，这仁者呢是无敌啦，吼。人讲一个人呢，吼，若有，吼，有才呢，但无德，便呢，吼，招来别人的嫉妒啦，吼。所以讲，咱一个人，吼，那你的才华，吼，足够啦，吼，但是你若无迄个德，吼，无迄个德啦，吼，便呢，来招来。别人会甲咱嫉妒吼，别人会甲你嫉妒，哇！你这个人呢足老的，但是呢所做出来代志呢吼，哦，差不多拢哦，
咱讲无着个，讲拢为咱自己啦吼。无像咱佛祖安尼会当以众生付出吼，即种个人呢吼，虽然你有才华，但无定呢吼，别人绝对会嫉妒啦。讲啊，你即个人安尼吼，安尼虽然讲吼，你才华足有呢，但是呢吼，你无迄个德行啦吼，有没有那个德性？所以讲呢，如果呢，你个能力若足强个人，你个德行呢就会愈来愈齐全啦吼。即个人吼，有真德个人呢，大家拢会。哦，心哦，心甘情愿的哦，跟你在一起哦，都是本来的面目啦。所以讲呢，一个修行者啦，你若有一个哦，真有德行的人呢哦，人拢会做哦，情甘哦，情愿啦哦，心甘情愿会跟你做伙啦哦。所以讲你啦，你看哦，恁今仔修行哦，同款啦哦，你若呢哦。像迄正念者呢，过去付出吼，安尼呢吼，无论在修行啦吼，还是像咱吼啊过去的一挂正念者呢吼，拢做甲足好嘞。咱拢讲为道的付出呢，咱拢安尼看人咧修咧做呢吼，咱拢吼足心甘情愿的去讲吼，人咧做工咧拢认真咧修呢吼，咱其他无认真太细啦吼。自然中呢吼，你着做爱含责任啦吼。所以讲嘅道是本来面目。道是本来面目啦，这是当然的行为。所以讲，咱今仔日要展现着咱道的尊贵，咱的行为特别爱做会出，吼爱做会出啦吼。因为吼随时呢，吼咱的率性而行，把当然的行为做出来。吼你讲道好，但是咱拢无实际去甲做呢吼，那么感觉讲，吼道好是恁讲啦，还是吼？所以讲呢，咱大体啊，把这个道呢吼。哎，电量拿出来，吼、哦，安尼让他比咱多呢吼，是个认识啦，这是咱德性篇啦吼。所以讲呢，德性篇第一呢吼，咱做伙在念吼，礼貌是一个人的修养的指标，涉及一个人的德性，也表现道德亲切与尊贵。所以初步的功夫要做到非礼勿视。道德经不是假，不见可欲取心乱吗？也不见心不乱，慢慢的就习以为常了。这一切都要修正，从根本处下手。所以讲呢，咱的德性呢，吼，就是呢，有关系到咱的哦，咱的礼貌啦，吼，这些人啊，哦，礼貌是这些人修养的指标。有影啦，你这个人安尼，吼、哦，会低心下气，啊，对人会安尼真尊敬啦，吼、哦。啊，那安尼嘞，吼、哦，就代表，吼、哦，咱德，吼、哦，咱的德性，伊就代表会出来，吼、哦。所以讲，也表现着多亲切的尊贵，吼、哦，咱人安尼会当安尼，吼、哦，足亲切啦。像拄只，吼，我讲讲来到大厝吃安尼，大家拢足亲切，啊，泡茶互咱吃，感觉安尼代表着安尼足有礼貌，吼、哦。这是代表咱的吼，伫这个吼，这个德性篇内底呢，就是咱修道初步的功夫啦，吼，啊，咱修养呢，会拢修到吼，安尼，那是安尼心思足济啦，啊，会搁拢袂笑，啊，那是安尼吼，看到道经哦，啊，拢会搁袂使问的吼，这种的呢，感觉讲，吼，对道的表现无够亲切啦吼，所以讲呢，咱今仔日吼。咱初步功夫就是爱吼、哦、有礼貌吼、哦、有礼貌啦吼、哦，要做到非礼勿视吼。道德经甲恁讲个啊，讲不见不义啦，死心不乱。哦，讲咱啊，哦不见哦可欲哦，就讲个哦，咱也看袂着哦，就讲心袂哦起心动念。其实呢，咱哦感官啦吼，咱虽然讲无看着，但是咱呢哦咱个。凡夫呢，咱的凡心也是拢会吼，咱的杂念足济啦吼。虽然讲你无看到，但是当时啊，你的心呢吼，咪乌白相当相西啦吼，感受。所以讲咱修家呢吼，不见可依呢，死心不乱。虽然讲无看到，但是你心咪拢吼，总会安尼吼，起心动念想一寡有诶无诶啦。但是咱个囡仔咧修行，你若看到，讲这不应该咱看到诶，但是咱。咱的心呢未乱，哦，这嘛是一种的耽误甲境界啦，吼、哦，眼不见心不乱嘛，哦，所以讲呢，
老师甲恁讲咧，讲眼不见心不乱，吼、哦，你若无看到，可能吼、哦，你个心就较袂，吼、哦，较袂去心动念啦，吼、哦。咱时常咧看来讲啊，啊，迄个群众讲看到一件衫较水个，看到，迄个心咧就讲哦，一件衫足水个，吼、哦，就心就会去心动念嘛。啊，你若无看到，有当时啊可能是较袂啦，吼、哦。啊，所以讲咱人就是安尼，吼、哦。所以讲眼不见心不乱咧，慢慢。就习以为常了，这一切都要心正，咱的心呐、啊，哦，咱的正念心要正，哦，安尼的无论你看到啥呢哦，都拢要动咱的心啦、啊、哦，从根本处下手，哦，安尼就对啦哦，所以讲呢，哦，这是老师安尼甲恁讲吼，啊，啊，搁来呢，咱只哦，搁做位来，做位来念吼。哦修道要蕴含德性，而德性是什么？那是成于中行于外的表现。若真心想帮助他人，就不求回报，默默地去做，这才是真德性、真功德。读啊，要养德，养德啊！哦，这是咱老师啊，你跟恁讲的讲。咱修道爱蕴含着咱的德性啦吼，德性，吼，咱的自性本体吼，你爱吼，爱有迄个啥呢？吼，迄个德性来讲呢吼，甲恁讲德性是啥物？就是讲呢，咱的诚意中行于外啦吼，诚意中，就是你奉持安尼吼，咱的吼，咱的啥呢？性就是咱的吼自性本体嘛，你所做的、所做出来代志呢，吼、哦、大体袂使有偏啦吼，袂、哦、使有偏。所以讲呢，从一种行为的表现吼、哦，就是讲呢，你所做出来代志，大体呢袂使有吼私、哦、心还是偏心啦吼、哦，就是讲咱呢有真心的想帮助别人吼、哦，就是呢不求回报，就是讲咱的心大体爱吼无一个吼私。思偏的心啦，讲啊，这个人过去，哦，若无我嘞吼，伊嘛，若是我较大咧求道的，伊嘛今仔也袂行师兄的路咧，敢是安尼吼？这个人较早，伊咧困难的时阵，若无我较帮助咧，伊今仔嘛袂吼，嘛袂讲今仔日过到遮好啦吼。这就是讲，咱若要讲帮助咧，哦，你就不要呢，不要求回报的，人讲哦，较早这个人是我较吼帮助的啦，这个人是我较。哦，甲大人求道的啦，今仔若无我会道，伊今仔嘛袂安尼啦。啊，伊较早想我歹，但无我介绍伊对食头路，伊今仔嘛无头路啦吼，即拢袂使吼。咱老师甲你讲，吼、哦，我们吼、哦、修道呢，就吼、哦、要帮助人，吼、哦、就不求回报啦吼。咱咧点点爱去做，吼、哦，这才是真的德性啦，吼，较真的德性。所以讲呢，较是咱的真功德，吼、哦，讲徒啊要积德。养德，哦，这是用咱的德，啊，咱这个人哦，拢有时间啦，小可，这个人啊，呢，无啥许呢，咱啊，小可加帮助一下，讲好，就安尼，差不多讲，迄拢我的功劳，然后敢是，安尼收到嘛，收上咧，哦，我咧做偌济呢，啊，一寡吼，这啥也拢我做的吼、哦，所以讲，咱拢，哦，咱拢袂使有像这个回报，吼、哦，啊，加呢，吼、哦，就爱呢，吼、哦。老师甲你讲，咱爱养德啦，吼，养德啦，吼。啊，搁来呢，咱做一点吼，修道，修修什么？修心，那么心怎么修？要达得到八八六四卦，哪一卦最强？是不是谦卦？修道人得学会第一个要谦，谦字有何时候变？是不是言？言代表言语、言辞、表达，就是在言辞上表达的要得体，要谨慎，由诚心建立所讲出来的话。那么心真，一切就真；心诚，万事就灵。你心真，心诚，你心低下，所讲出来的话。不就是谦的吗？哦，这样呢哦，老师跟恁讲哦，这样嘛是算真好啦吼。有咱有这个心得啊，大家做一条哦，嘛感觉真好安尼。所以讲哦，咱哦，咱老师跟恁讲哦，讲修德呢是什么？哦，是咱这个心啦吼。咱
咱的心呢是千变万化。哦，那么咱的心要安那修呢？吼，要那表达，吼，要那表达着。哎，哦，像咱的易经甲恁讲的讲，哦，八八六十四卦里面哪一卦最强？吼，咱的易经吼八百六十四卦呢，吼，这是卦上强。哦，就是讲咱的乾卦啦，吼，乾卦修得人呢，修得人。哦，得水位第一个要签，咱人哦，这个签足关系啦，哦，咱老师嘛甲咱讲这个签，哦，就是讲哦，哦，这个签签字有什么边的是水的，哦，咱的签卦你所讲出来，代表着咱的言语啦，哦，所以讲咱修行哦，咱所讲的话哦，足重要的，哦，人安尼你讲讲的吼，咱的代表哦。咱的言辞所表达出来的吼，吼要表达得体啦，要谨慎，要精心啦吼。啊，所以讲咱每一个人所讲出来的话吼，咱修道嘛袂使讲妄语呢，即咱大家拢知影。啊，早有我要听迄道亲吼，迄毋是咱行家姐啦，啊，迄道亲嘛足发心啦吼，啊，心嘛讲，啊，迄个某某大主啊，吼，啊，迄个明仔，迄个。佮头一礼拜啊，吼、哦，就头初十五啦，啊，拢真有心啦，讲啊，某某大主啊，你迄落十五吼，拿着迄落初十五，伊讲拄啊十五的款啦，伊讲那十五呢，你献果吼，爱献果你唔免买果啦，啊，我了有啊，我甲你买来倒啦，好啊，讲甲做好神呢，啊，即摆人讲好啊，即个有人要了完果吼，即做好个，迄大主就讲好，安尼唔通买啦，啊，即摆拢定家己个奖赏。啊，像嘛安尼吼，安尼像嘛讲讲的吼，嘛是去学，伊去学袂起，也是啥？咁交代甲做好势呢？一个人十五够吼，人拢无去款过呢，讲奇怪啊！哎，人会用买吼，人明仔载要献过啊吼，啊，开拢开拢过拢无退来，结果人咧等甲足久了，结果也无甲买去。安尼单主讲，哦，啊，即安尼讲讲的啊，是倒讲讲的，哎，我也无去买，啊，上真安尼。哦，已经人为难啦，你欠迄个债哦，为人处事就开始咧现啦。哦，十二点就使现，伊即马就要现哦。我等甲无哦，结果哦，即马我啊无买来哦，哈，迄个伊就到家己去买啊啦。哦，买来哦，即马假唔来，假只也是暂时。甲讲讲，你讲要买过来，我伫遐等你，还无讲。哦，我有甲你讲要买哦。啊，讲讲诶，讲啊，真正无通买去啦。我讲咱收用哦，你讲。咱若靠村哦，即、這个缘足关系啦吼。啊，讲讲的方无去害人，无人缘哦，即安尼足过错呢。我讲是，所以阮老师甲恁讲的讲，吼、哦，即、這个缘呢吼，所讲出来，吼、哦，即、這个边仔有即个签啦吼，代表讲咱所讲的哦，就是爱真心，吼、哦，就是呢诚由诚心敬意所讲出来的话呢，那么心真呢，一切就真啦吼。你所讲的拢是真心所表达哦。是真啦、啊，哦，啊，你若讲讲的，若讲真，那个袂出去哦。迄日着爱真正哦，咱人着已经退化去啦。哦，所以讲哦，咱这哦，绝对呢所讲出来的呢，绝对呢袂使讲哦，讲迄个妄言啦吼。咱的心诚呢，万事就灵啦。你心真，心诚呢，你心低下了，所讲出来的话就是哦，就不是谦了嘛。所以咱人呢哦，去谦。对咱修行呢是非常的重要，吼、哦，这是老师安尼甲恁讲的吼，吼、哦，这是咱第一个，吼、哦，咱的啥呢？吼、哦，咱吼进入了第二个吼，咱第一个德性篇吼，就甲恁吼，甲恁吼讲到这了吼，进入了咱的戒律篇吼，咱老师的话，咱这位来聊下，老师的话。老师的话，心平和劳实践，习之何用修禅？菩提指向心力，何劳向外求全？哦，这老师甲恁讲的，讲心若平的，何劳呢？哦，期待呢？哦，行住何用修禅？是讲咱的这个心啦，哦，就是爱的心啦，哦，咱的心会当一张安。哦，行天会当哦，直接哦，会当通天了对。所以讲咱啊，会当呢，哦，行足何用修禅啦吼？菩提呢吼，菩提呢，只用心吹啦吼，何劳向外求遍？
就讲诶，菩提是咱本身诶吼，咱就是个菩提本性嘛吼，免去外口找啦吼。老师甲你讲诶吼，咱本身都有啊，吼，咱就是不做啦吼，外口吼无福啦吼，所以讲诶，咱先吼，再有偏咱了吼。第一呢，咱做一个念啦，一吼，以戒为师，不住惯意，戒律要小。就不是做给人家看的，而是做给自己看。你们修道是图个表面功夫而已吗？别人看得到的界限，就用得战战兢兢；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就松懈得很。这就是表面功夫，对不对？讲吼，咱老师甲恁讲个，讲吼，咱个以戒为师啦吼，咱啊吼，咱个戒律重要。只要是讲，咱拢吼修这个戒律，吼修这戒律，讲咱因啊有清高素净个吼，像咱天道袂使食荤，吼咱就荤袂咧食，吼咱就以戒，迄就是咱个师啦吼，咱就是讲袂使袂咧食烧酒种事嘛。所以讲咱个以戒为师，这戒律你啊修会好势吼。即摆个拢是咱个师呢，吼，敢是安尼？吼，所以讲个不住放逸，吼，所以讲咱个戒律呢爱修啦，吼，就毋是做予别人看啦，吼，就是讲吼，咱要修这个戒律，毋是在做予别人看，吼，而是做予家己看啦，吼。你们修道是徒劳表面功夫而已啦，吼，伊讲别人看得到的界限，你就做得战战兢兢，吼，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就松懈得很。这就是表面功夫，对不对？哈，这老师讲，你讲，你讲，你讲啊，正常。你讲的哈，咱所做的，这修办道呢，咱不是做两块。人讲啊，今仔日哦，人兼的师讲，你讲哦，我着来做，讲你叫咱做啥呢？做认真呢？哦，啊是讲咱的地方的哦，咱的组长，啊是咱的单主，讲恁交代好，叫我去做，今仔日哦清扫，叫我做，我着做到做好势。哦，咱若碰时啊，若无叫咱做啦吼。啊，着清清菜菜，拢做迄个表面上诶，哦，即嘛是袂使。咱老师甲恁讲诶，所以讲呢，咱今仔日咧修道，毋是咧做表面啦，哦，无论人有甲恁哦看，啊看袂到诶所在，哦，包括像恁扫地小巷，恁若咧扫地，茫讲在头前哦，啊着看会到诶，你拢扫到足整齐诶。啊，你若看恁门楼外看，伊都是拢变规个，哦，即个是拢你做表面上看头前看会到诶，啊，迄角度拢。扫不掉，哦，这就是咱老师甲恁讲，咱来战战兢兢吼，把人看袂到的所在呢吼，咱就原来袂使吼松懈啦吼，所以看袂到的所在，一定要爱甲扫落清气啦，敢是？所以讲呢，我拢甲这道经讲，咱若去圣堂清扫吼，你头去到底咱看会到，你爱先扫，吼，啊若看袂到的所在吼，较去后壁吼，啊加减扫，吼。啊！你啊，拢去扫后壁，拢去角度，拢去扫迄无人怪所在吼。你头前啊去看到吼，啊！你来扫啊，头前拢无扫啊，拢安尼垃圾甲拖扫，安尼足侪哦，安尼嘛袂使。我若感觉讲，你看会到，就你爱先扫，因为咱目睭有看到的，就讲看起来讲有扫无扫，拢怪存在。啊！你去穿内底，拢无人怪出来，穿啊足整齐啊，毋过外口，人随看随知影，安尼嘛袂使。看会到的，就你爱先扫啦。看袂到嘞，偷偷啊扫，安尼吼，安尼人家会感觉讲，你今仔来清有嘛？但是呢，最好是拢扫啦，吼，还是吼。哦，但是咱若像咱新堂迄较大吼，你搁清三个三间吼，我吼嘛袂清甲足清气啦，偷偷啊清，一间一间清就会啦。哦，这第二呢，咱的戒律篇，咱搁来做一点吼。第二，吼，尽心所问，也是一种戒律。你能尽心尽力，就不愧于天地，因为尽心才能与天地相融。如果你无法尽全心，就没办法做天下事，就连吃饭也没办法安心。道在日常啊，出关是基本的道理。我们立足于天地之中。就要行无自然，才能达到圆满。在这之前，你要学会尊重生
也就是尊重他人，生命的本源就在天地中，你不尽心，怎能知晓本心的恶意呢？好，这是咱的老师跟你讲，讲尽心修分呐，吼，也是一种的概率啦。你修咱的本分，吼，这嘛是一种的概率。所以讲呢，你会当尽心尽力呢，吼，就袂过于天地啦，吼，你无，吼，无做着违背着咱良心的代志，你就袂过于天地啦，吼。所以讲，因为尽心，才会当与天地相融啦，吼。如果你若无法当尽专心，就无办法做天下的代志啊！吼，你若做一件代志，你若无吼，无法度能尽专心去做呢吼，你嘛无法度能做天下所有的吼，你所做的代志吼。所以讲呢，就连食饭也无办法食到安心啦吼。感谢这是咱老师安尼甲阮讲啦，讲多在日常吼，多在日常啦，食饭就是基本的道理。所以讲你修道吼，我讲的嘛是吼，无啥物外困难。就是吃饭，就是做工作，就是睏，这拢是伫道内底啦。啊，你是从生活当中的这拢离袂开着咱吼这基本的道理嘛。所以讲，咱的理存天地书中，就按呢行乎自然啦吼，按因果自然，才会当达到圆满。在这个之前，你在学个要尊重生命，也就是呢尊重他人生命一定的本源，就是天地中。你若无尽心呢，怎能知晓本性的恶意呢？吼、哦，伊个恶意，咱个本源就是天地中个吼、哦，在生活当中，咱个本源就是在天地中，就是讲呢，咱个尊重他人啦吼、哦，是爱尊重，包括着咱所有世间个万物，包括着众生、小乘啦吼，去众生完了后有灵性个吼，有灵性，伊伫安尼出世伫个众生呀，所以讲老师甲你讲个，我们要尊重。哦，生命也要尊重他人，来讲呢，哦，众生哦，咱哦，卖去甲吃啦，哦，所以本哦，咱在座拢是受戒，哦，有受戒的，还未受戒的，咱尽量哦，尊重别人的生命，尊重别人的生命，哦，咱的本愿，他知影讲，哦，知晓本性的恶意，哦，咱的本性呢，哦，灵性，哦，众生含咱的。哦，本性是拢共款啦，是去投伫迄个众生迄个体内底受伤咯。所以咱咧尊重哦，伊即个生命哦，所以讲咧吼，无食素食，咱尽量啦吼，咱就莫去甲食吼。过来呢吼，哦，咱咧即个一篇咱搁做来念哦，凡事专心去做，才会成功。如同吃饭，必须专心的吃。才能吃出滋味，做任何事都专心，那就是道。由此看来，做事与修道是不会互相冲突的。把你在佛堂修道的经验用在生活中，就能胜观兼修。好，老师跟您讲概论的哈，就是讲呢，凡事咱要专心去做，哦，咱拢。哦，做一项代志，绝对爱专心啊，爱成功啦吼。如同咧食饭烧香咧吼，咱咧专心去食，才通食出个滋味啦吼。像咱咧，哦，咱是道中啊，也是我厨房咧吼，啊拢足辛苦的。伊所做出来，虽然讲每一个人所炒的菜啦吼，也是料理无同，但你若豆豆啊去甲食吼，哎，那个滋味吼是不一样啦吼，伊会。吃出给人爱心的滋味啦，吼、哦，啊，所以讲呢，那煮的部分啊，咱大家即都帮助大人做好煮的，吼、哦，啊，尤其是咱吼，啊，阮前妈吼，阮前妈是无咧煮久啦，拢煮咧听啦，阮前妈嘛做好煮啦，吼、哦，即少年煮到老呢，所以讲吼、哦，人种啊，讲煮啥伊嘛拢真好煮，伊若爱坚持吼，啊，摕个海两年，搁新年拢会用过啦，吼、哦，切真正是安尼，所以讲大家付出。所以讲呢，无论做啥物工作，你若专心去做啦吼，所做出来绝对拢好食。哦，这就是道啦。哦，包括咱师道吼，无论是吼，咱各代代嘛，大家请好煮啦，讲个是大家吼，拢请好煮啦吼。所以讲呢，哦，咱只要是专心去做，吼、哦，专心去做，迄就是道啦吼。道就是用在咱日常生活当中。所以讲呢，
咱的做事甲修道呢吼，绝对袂冲突啊吼。恁今仔为来上班，我今仔上班啊，啊回来吼，就回来啊吼。咱修道跟农民的工作是不会吼，老师甲恁讲的不会冲突啦吼，袂去冲突啦吼。你甲恁讲，把你在佛堂修道的经验用来生活中，就能胜观千修啦吼。这就是咱的家庭较好啦。无论咱在修道呢吼。哦，受啥物考验啦？无论讲啊，着家庭的考啦，吼，也是咱的一般吼，伫社会，也是伫咱工厂学习，你若拢会当去甲包容，用咱在日常生活中伫道中所做的，爱逐个呢恭恭敬敬做礼貌的去做呢吼，相信呢吼，咱在哦这个生活当中呢，你绝对会过较出好的，哦啊，对咱修道吼，含咱的工作上啊，绝对老师甲你讲的。哦，袂啥物冲突啦吼。以咱呢佛堂修道的经验，用在生活中，就是咱的信愿兼修啦吼。这是老师在恁讲恁讲吼。咱哦进了第三咱的心量篇啦吼。这里有道姑嘛，来念吼，来念。哦，咱进了第三咱的心量篇啦吼。咱老师讲恁讲做伙念来。老师的话，圣人求心不求求得，凡人求佛不求心，智者调心不调身，愚人调身不调心，故当善护其心，一心心，则正菩提。好，这老师跟您讲，讲咱的心量是上关系啦，吼，咱的心量这，我跟您讲的讲。咱的圣人呢是求心呢不求佛啦，咱的圣人呢吼，拢求咱一条心啦，吼，咱的凡人呢是求佛呢不求心啦，吼，圣人呢伊求咱的心念啦，吼，让咱的心会当清净，这圣人的心量就是安尼。但是咱凡人呢就是求佛不求心啦，吼，咱的凡人呢吼，就是求讲不做啊，你着保庇。哦，啊，就打求保庇尔，哦，无求咱的心，哦，这是咱凡人，哦，甲这佛祖一个心有共所在的一只啦，吼、哦。地下呢，调心不调心啦，吼、哦。无人呢，调心不调心啦，吼、哦。伊讲有地位的人呢，吼、哦，是调咱的心啦。哦，咱的心境如何要让咱的心会当清净啊？拄着即个杂念呢，要让咱会当哦，会当放下，爱当会让咱会快乐。哦，有智慧人是调咱的心境呀，会去调咱的心呐吼。啊，那无智的人呢吼，伊就是调心不调心，就是讲的吼，咱的心境啊艰苦袂听。一般咱即摆拢受气啦，迄那咱，我较早吼，那无你受气嘛是完了即款念头。哦，无智的人呢讲调心，我今仔若身体歹吼，我就来去较大只的。去加压啦，吼，如果大只，就赶紧买一只啦，甜吼，好，补咱的身体吼，对不对吼？就是要补咱的身体，所以讲，无知的人是安尼，调心不离不调心啊。咱呢，哦，咱呢凡夫的人吼，今仔无讲有真正吼了解这个道的真理啊，咱嘛是拢一种的心啦。哦，所以讲，无人的调心不调心，所以讲呢，果冻先和一心呢，一心，哦。请啊吼，则正菩提。所以讲呢，咱呢爱动先菩提心啊吼，咱这个心呢，爱哦老师来讲，咱有智慧啦，一心哦，请求正菩提啦吼，咱的心到底吼，安尼心到底爱有这正量，吼，伊就是咱的自性本体嘛吼。所以讲呢，咱的菩提哦，菩提咱这个心，啊，咱就是会当吼正下了这个菩提。哦、所以说呢，咱搁做一点样来吼、哦。当你有心结时，如何打开？怎样才能改变自己？想想自己的心结到底在哪里？到底为何事而想不开？为什么走不出来？受到什么阻碍？要把这些问题看清楚，为什么会做不到？问题在哪里？为什么常会觉得很为难？是不是个性上的问题？
为什么会觉得很无力？为什么人家对你走得很好，而我却重心一直都不稳稳？是哪里生病了？修道不是讲转念吗？听课都听那么多了，会不会转？这是咱老师讲，讲咱的信仰啦吼。伊讲呢，当你有心结时呢，如何打开？哦，伊讲老师讲，当你有心结的时阵啦，如何打开啦？其实咱人心结吼足济啦吼，暂时啊吼也无注意啦，烦恼囡啊，烦恼一大堆嘞吼，咱的结情也是足济。所以讲呢，要怎样才会当改变着咱的自己哦？老师甲你讲呢。哦，想想自己的心结到底在哪里？老师嘛爱问讲哦，咱到底咱心结是伫倒位啦？到底为着啥物代志才会想袂开？请问你家己咧哦。啊，你若问我，我嘛毋知影讲哦。哦，我的心结你嘛毋知影吼。啊，我呢嘛要了解你的心结，我嘛毋知啦吼。所以讲，老师甲恁讲哦，你的心结哦，绝对想袂开，为啥物行袂出来吼？是着啥物阻碍？你来要把这些问题要看清楚了，要看清楚了。为什么吼、哦、会做不到？问题在倒位啦？为什么呢？常会觉得很为难，是不是个性上的问题？吼、哦，这是老师来讲，为什么你感觉讲呢？做为难呢？吼、哦，人家就像也是前面车讲，啊，你爱出来做啥？你感觉你若像安尼做为难的话，我无法度。吼、哦，我啥物代志哦，啊，真济真无用的吼。哦这是不是有足为难的代志啦吼？这爱呢，哦，你爱家己吼爱了解，哦，你要知道讲，是不是呢个性上的问题？你的个性，哦，咱人可以，哦，未是讲你修行的，但是那个性哦，老公要改，讲的是无好改。你想那种个性，老师讲讲，是不是个性上的问题？是咱个性问题？为什么你会感觉讲？那像安尼吼，想要做啊，佫做无得啦。为什么呢？吼，人家可以走得很好，而我却重心一直都很不稳啊。这老师安尼甲你讲，为人修行，人行到足自在，啊，你行拢足顺利个吼。老师甲你讲个吼，为什么啊？人拢有法通修道修到吼，若要做啥拢安尼足自在，吼，拢会当。但是咱为什么呢？吼，拢无法通，吼。都吼、哦、一直都很不稳啊，是哪里生病了？修道不是讲转念吗？伊甲伊讲听课都听那么多的，会不会转？吼、哦，伊讲呢，咱大概若咧开这新专班吼，还是咱的吼体育班啊，或者是啊的经典班，大家拢听课听足济啊啦吼。但是呢吼，咱咁要转啊，转念啊，吼、哦，这转念嘛是真关键啦。你老师变啊变啊转，吼、哦。好的嘞，哦，咱这位来念了哈，来，当你心有千千结的时候，你要告诉你自己，结缘来去吸引人，心中的障碍需自己去突破，在人中通不通不了的，也要试着去沟通。当你听了许多的是是非非，回回荡荡之后。你还是要告诉自己，要来道场，道场需要你。当你与同修有分歧的时候，你要告诉你自己，拜上帝的事一定要同心同德，才能够圆满达成任务。哦，这老师讲一讲啊，讲那个心念、心量哦，心念啊很重要的哈。当你心有千千结的时候，你要告诉你自己啊，当你呢心无千千结的不拉清，不拉清的家的时阵哦，你来家己讲啊，吼，吼，讲解缘还是吸引人啊，心中的障碍需自己去突破啦，吼，就讲呢，吼，解缘人还是吸引人，就讲你的代志，你的本身你爱去，吼，爱问你家己较敢知影，就讲这个干呢，吼。这个艰难，你去百个啦吼，你爱家己去探。啊，无你若想讲吼，我若家己去了，我你家己咧白说啊，啥个我家己百，我知影咧吼，我就家己去探，我就知影要哪探啦。若别人甲你派艰吼，
你就伫遐拍足久个，绝对拍袂起。或者讲，坐零人还是死零人，也是你家己你心中个界，你个家己去拍啦吼，才会当突破个。讲再怎么沟通不行，你要试着去沟通啦吼。当你听的许许多多是是非非、鬼鬼放放之后，你还是会告诉你自己要来道场，道场需要你们。你若听一寡吼是是非非啦吼，咱个道中无论小个也同款啦。讲你着现着做甲流汗，人嘛甲你嫌甲流汗，吼，敢是安尼？你讲不要紧，老师甲恁讲个吼，讲你若拄着即个代志，咱甲恁讲一寡有诶无诶，来讲恁无影个代志啊，啊无影好讲吼。你若无影个代志通讲吼，你搁会安尼当接触吼，无我甲你讲，你着是佛祖啦，你个境界着是习惯啦。啊，若像咱若修无够上好，啊，人若是我讲侪吼，我着不不听吼。但你想讲，我就比较跳啊了，所以讲呢，咱去想就是咧想这，可以当想到吼，你讲无影的代志，甲恁讲到遐吼，你也着安尼想袂开，就讲我无爱去。吼，你也讲，吼较早，吼，我也着听讲，较早一个单子吼，讲安尼袂着吼，讲要开一个班，啊，一个因咧囝吼，我较早捌讲啦，讲安尼传两个囡仔来，啊，就写一个报告。他就讲：“哎呦，我妹妹你好乖哦，苹果给你吃吧。”哦，他就调价。这后边都在因啊，都传两个囡仔来。哦，苹果给你吃，啊，两个囡仔同我看。他讲：“我没有苹果。”伊讲：“啊，同我无分好因的好。”伊个因妈妈哦，就心得讲：“哦，你看麦，人去传两个囡仔来，啊，苹果人吃，啊，阮囡仔来都无。”伊就安尼心得，我后边拢唔去啊，真正后边就无去呢，真正呢，纯人党哦。无论讲拄着啥物个代志啊吼，恁拢还是要告诉我们自己啊，咱嘛是爱着和平。恁嘛为着去说话个代志，啊着活着咱修行这条个路啦吼。哦，咱老师甲恁讲个，无论恁拄着啥物事情，微微甲恁诽谤无影个代志啊吼，恁嘛是爱告诉恁自己啊。哦，道场哦需要我们还是要来的吼。这是老师甲恁讲。当你与同修有分歧的时候，你要告诉你自己呢。办上天的事呢，一定要同心同德，才能够圆满达成任务的吼。咱若讲含德亲拢会啦吼，兄弟啊，做伙嘛拢会冤家呢吼，自然嘴嘛会去会相爱，会先搭着啦吼。亲头亲爹，大家拢袂平啊吼，所以讲咱办上天的工作，吼，咱大家呢三个吼，无论咱安尼教恁吼，教恁吼，无影的代志教恁诽谤，咱用。爱告诉你自己，我们还需要来修办道了哈，才当完成着圆满达成的任务了哈。好，回来。当你的心念有所杂念的时候，是你被他人所牵引，赶紧恶根所缠，赶紧三宝，莫念五字真言，真假自明。当你遇到人家对你的诽谤、批评时，你要忍辱负重，不要管他人说什么，只要无愧于天就好。哦，这老师跟你讲啊，当你的心念哦有所杂念的时阵啊，咱人会念足济足济啦吼。其一，哦，是你被他人所牵引啊，赶紧呢恶目所现，赶。哦，紧握三宝，默念五字真言呢，真假著名啦。老师甲恁讲诶，咱三宝，你甲用了解啦。我较早甲求侪人讲，三宝会使用，拄着危险较会使用，互我拢毋敢用。到尾啊吼，你若修到到尾啊吼，拄着真正有啥物心，老师甲恁讲诶，你也是足杂念，心诶杂念足侪时阵啊，拢乱诶时阵哦。啊，你老师甲恁讲，你甲用了解啦。你甲用啦，你著默念就好啦。你心里若咧作生气的时阵哦，你安尼吼，安尼甲清一下吼，目睭闭分起两分开，你甲用不要紧啦。老师未来讲你怎么用三宝啊？你就是给他用不要紧。老师甲你讲的，你的目睭爱闭分起两分开啦，啊修炼，吼，赶紧用三宝默念五字真经，啊来清净分明吼，你的心会清啦。哦，无论你拄着什么代志，甲用不要紧吼，这是。老师安尼讲啦吼，动力无条吼，人对你的诽谤、批评时，你要忍辱负重呢。不管他们说什么，只要无愧于明天就好吼。伊若当甲你诽谤无影的代志，
批评的时阵，你要忍辱负重的讲的，哦，不要管他人说什么，你若无做有对的咱的良心的代志哦，不会一天安尼就好啦吼、哦。所以讲呢，咱今仔日，哦，照这个道乖吼，咱嘛是继续爱去拼去，爱拼才赢啦吼，啊。咱做伙来唱啊，吼、嗯。无论人安怎甲咱规范，无影的代志，咱嘛是继续甲拍拼落去，好唔好？好。安唱较大声个啊！三分之功啦吼，好、哦，咱爱吼，讲爱向前三步想一想啊，退后三步哦想一想，吼、哦，咱嘞哦，七分心气呢吼放下，两位上去上啦吼，这是讲咱老师甲恁讲啊，咱退三哦，分的干部啦吼，这是咱的会后，所以哦爱有够啦吼，会后啦吼，所以讲呢吼。老师讲，你讲第四个不要偏，咱做过来念吼。相见容易，相处也容易。为师希望你们不要背着自己的良心两人而修，而修上半道。无论做任何事，都不可有怨尤心。人与人的相处没有私
相容忍，不要从表面去看一个人，要从他原本的佛心、欢喜心、慈悲心，他原本圆满的光明的心看，才真正拥有正确的人。好，这老师讲，你讲吼，咱修德呢，哦，这分毫呢，爱有够啊。咱的相见呢容易呢，相处也容易啦吼。就是讲呢，哦，为师希望你们不要背着自己的良知良熬修道了吼，办道，哦，无论做任何事都不可有怨尤心呐吼。人与人的相处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啊，你有你的毛病，他有他的个性，大家有缘在一起，为上天开创圣愿，就要互相容忍。哦，老师讲，讲讲，你们陪着咱，哦，哦，陪着咱自己的良知良念，好修道啦，吼，就是讲，你爱用着恁的，哦，咱，哦，咱的良知良念，吼，咱这条真诚的心去修万道，吼，无论你做啥物代志，吼，拢袂使，吼，有怨天尤人的心啦，吼，咱人，吼，人，人与人与人相处，吼，无迄个习惯习意的啦。哦，咱人拢是安尼，咱做伙袂当吼，袂当做甲习惯习惯。吼，伊讲呢吼，你有滴毛病嘛吼，伊嘛有伊个性，咱人拢有啦。你有滴个性，我嘛我个性，哦，敢是安尼。所以讲呢，咱今仔日无论讲伊啥物个性，吼，还是我啥物个性啊，总是大家拢有个性，过去的习性啦吼，咱的秉性，吼，拢是过去世所带来。所以讲，咱今仔日修行就是要修这啦吼。所以讲，咱今仔日咱要抱着啥呢？吼、哦，爱抱着大家吼，迄、那个感恩的心吼，爱抱着大家有这个缘，会当做伙吼，做伙办上天的盛宴的，咱大家互相吼，哦，互相吼、哦，要呢互相容忍啦吼，爱大家互相啦，哦，容忍呢，互相包容，吼、哦。不要从表面上去看一个人，要从他原本的佛心、欢喜心、慈悲心呢，哦，他本来，哦，他原本圆满光明的心去看，这才是拥有正知正见的人。咱拢袂使依着咱呢标明，哦，看一个标明呢，咱拢是合作的吼。你若甲讲这个人是混呢，他就是混，哦，安尼就是混的，哦。咱每一个人平平拢是分，你爱伊讲，逐阵拢是分的，伊袂使讲哦，讲啊这毋是分哦，用惯的哦，毋是慈悲的心，毋是欢喜的心去甲看待一个人，哦这样安尼吼，就安慰着讲咱逐个拢是分啦吼，伊讲原本圆满的光亮的心去看，这才是拥有正知正见的人，哦咱爱伊着，哦这个佛心去看待一个人，逐个拢是分的。虽然讲每一个人拢袂当做甲做完满，但是呢，咱拢依着咱咧火候，你火候若有够，处处拢会当去甲包容啦吼。哦，先吼，过来咯。何得天命，自然如意。当你的意见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你就要做圆融的工作了。先接受别人的意见，然后再采纳自己。如此才能使得事情更圆满。受你们一手如意记，人有人意，佛有我意，何以我意，恐难人意，何以人意，恐难我意，人意我意，恐难天意，何得天意，自然如意。好，伊讲呢，咱的会好主管呢，伊讲呢，吼。当你的意见甲别人无同款的时阵呐吼，你就要做圆融的工作了。咱人吼，你做个代志哦，拢有每一个人所做伊的思想啊观念啦。哦，所以讲呢，当你甲别人吼所做个代志无同款的时阵，你就爱会当圆融，就是讲为着要圆融的工作，你就爱先接受别人的意见啦。哦。但是咱真吼，互我个，吼，咱个大家主见拢出重啦。我想我对啦，你想嘛你对啊，你讲你对，吼，啊我讲我对，吼，啊是到底要听啥个，吼，拢嘛讲啊，
差不多我讲是上对，哦，敢是安尼？我嘛，毋是讲我讲拢对啦，哦，但是咱哈，咱修办道哦，咱为着要下天命，顶悬落来，工课伊绝对袂去叫咱做歹啊！哦，你甲想这点落，修办道大家咧做，哦，绝对呢哦，上天给咱的工课，绝对要给咱天公了完的代志嘛，只要是有下，哦，完成恁工课，哦，咱绝对吼。叫你去做就好啦，我嘛拢安尼想啦吼。啊，咱地方嘛小声，上顶悬的工作互咱，咱啊会当叫你去做，吼、哦，安尼咱就会当呢，吼、哦，做能做到圆融啦，哦，伊工作当会当做到圆融。所以讲呢，咱老师教恁讲，授你一手，如一技啦，吼、哦。讲人有人意，我有我意啦，何以我意？恐难人意，何以人意呢？恐难我意，人意我意，恐难天意，得何得天意，自然如意。哦，老师甲恁讲诶，讲天如意，哦，如意是，就是讲人有人意嘛，我有我意，吼、哦。伊讲人有人意，讲你有你诶意思，吼、哦，你讲出来意思，我甲你听，我嘛无一定讲你讲诶合我诶意啦，吼、哦。即就是讲人有人意，我有我意，好。何以我意的恐难容易，就讲你讲出来，嘛无一定我听会介意呢吼。我讲出来，你嘛无一定你听会介意啊。所以讲你的意和我意，嘛无一定拢大家合意啦吼。这是老师安尼甲恁讲的，讲吼、哦、要合意人意，大家讲你有合你的，我有合我的意，啊大家拢讲做伙迄个意思，但是呢吼，嘛、哦、无一定讲吼。哦咱十个几个做伙嘛，无一定讲着合大家意啦。吼，这是安尼甲恁讲的吼，讲吼，人意，你的意甲我的意吼，嘛恐难天意啦。吼，你的意思和我的意思，大家做伙给讲，安尼来做嘛，无一定合着天意。吼，这是老师安尼甲恁讲。吼，所以讲咱们合得天意呢，自然如意。你会当合着天意的讲，顶悬的工课，上天只要是上天，哦，无论你父母啦吼。叫咱做个代志，咱也会当照安尼做，安尼咱就是下着天意啊！去做咱莫讲，咱顶悬上天的向问问啊是吼，先出来献花啊，叫咱做个代志，啊你搁住阿遐安尼讲哦，啊再落啊照伊来做，安尼咱就无下着天意啊！哦，上天的吼伊会预予咱，咱就爱来照安尼做，就是何得天意自然如意啦！吼、哦，你是老师安尼讲，你讲非常偏，吼、哦。好、哦，各来这位呢，人与人之间能多一些和平之气，多一些互助团结，多一些慈悲柔喜与关怀的心，世间就会变得更可爱。哦，这咱的辉豪老师讲，讲咱人与人之间呢，当哦多一些和平之气啦，吼、哦，当大家拢会当相处哦，安尼较和气的吼。哦多一些互助呢哦，团结哦，团结啦吼，搁加一点仔慈悲哦的心哦，欢喜的心，啊较乖缓的关怀的心，世间就变得哦足可爱啦哦。啊，咱虽讲咱修行呢，每一个人感官哦，爱和和气气哦，啊，大家互相啦哦，有阵啊咧困难，啊咧无哦，感觉讲有需要咱去甲关心的，咱嘛从遐关心啦吼。大家爱吼，有迄个慈悲心，吼，有迄个爱心，有迄个关怀的心，安尼修道就足快乐。唔通讲啊，修道伊咧困难，啊是咧安怎吼？啊，拢做伊个代志啊，吼，啊，就拢无迄个爱心啦吼。迄老师甲恁讲安尼吼，等下都有一寡爱心，安尼修道世间呢会变较足可爱啦吼。第五呢吼，咱的愿行啦吼，咱的威吼老高。咱的愿想就要开始啦吼，咱的愿就爱去做嘛吼，咱做起来念念。老师的话，你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在留念吗？平时对大事否真的用心的，用心才能真正了愿啊。老师，你讲讲哦，你所做的每一件代志拢是在了愿嘛？哦，平常时要记得哦，是真正用心。真的用心的吗？用心才能真正了愿。哦，伊甲恁讲啊，咱做一件代志呢，吼，哦，老师甲恁讲啦，吼，讲咱所做的一件代志，拢是咧了愿嘛，吼、哦。
其实呢，有影啦，你若用心真心去做，拢是真正咧了愿啦，吼。但是你若平常时啊，对道，若有真正用心了吼，用心较会真正会了愿，吼。啊，你若凊彩拢用应付的，人也咧叫，啊，我较来啦，啊，无甲我叫，我就凊彩啦，吼。啊，若咧做一件代志吼，啊，就若咧扫地哦，凊彩话，撇撇咧扫扫，都无用心，所以拢袂当了愿啦。所以讲，咱啊，过去咱的人用无同哦，以前啊，咱咧道场拢足侪去了愿的。我咧讲，你啊，砌一个窗仔门，扫一个涂骹，撸一个，揢一个物件哦，迄种咧了考验的。你啊，揢一个，你就了一个，迄真正有够。你啊，用心咧揢哦，上天拢看到，伊就鼓励你，就尽量甲揢较大个，你就了愈侪，业就消愈侪呢，真正呢，我真正有感受呢。好来，哦。以火焰为体焰，以湿焰为毒焰。修道修心，修哪个心？修你这个心。心先先乱乱，脾气毛病又一大堆，到处都是假。要真正明心见性，得魔成仙才真正能够明心见性。见性是清清净净。毫无杂念，若还动念，怨恨不已，哪叫清净？想必老师因为何继续试验，你们有多少担当得起？哦，老师跟您讲的哦，咱来以佛的愿，哦，为家己的愿哦，以师的愿，为道的愿，哦，咱迄个佛的愿也是足大呢。咱较早地藏宝讲哦。地间呢，那道不空哦，伊死不生物啦吼。你看卖，伊讲地间遐侪，伊讲道理啊，伊嘛是生物的吼，敢是安尼？所以阮来以佛的愿哦，以家己的愿哦，以师的愿，以道愿哦。那老师嘛拍门讲，咱也是怎啊？大家讲哦，即问着即个大道，赶紧回向转去。从这嘛是咱修行，即个原理嘛足重要。所以讲修道爱修心啦，哦，修对一粒心，修你家己即粒心啦。好、哦，修你这个心，心呢千变万化的，脾气毛病搁一大堆呢，到处拢是干的。要真正明心见性，好、哦、得磨成圆才，真正能够呢明心见性。哦，咱就是啥呢？伊讲咱的脾气毛病足多了，咩啊？但是呢，我甲看看咱修行的哦，修到这个哦。是少年受过真咯，有啦，加减改嘛有啦，吼、喔，有脾气做歹，我较早脾气嘛有呐，做歹呢，吼、喔，啊，豆豆修，即嘛是无改好啦，但是嘛是爱修啦，吼、喔。讲咱的脾气拢一大堆呢，到处拢是干的，要真正明心见性，要会当呢，就这个干的吼，加薄会当圆的吼，才会当明心见性啦。你看咱不得，咱的吼，咱家己呢，吼、喔，这个就。尤其本来清净的本体呢，是拢弯道道工作上的，吼、哦，绝对无夹的啦，吼、哦。咱爱出这干哦，较无好意，开当明心见性啦，见性，就爱讲咱会当清清净净的，吼、哦，毫无杂念，没有杂念哦，你应该爱足惯啦，吼、哦。所以讲，若还动念呢，万念不起，那叫清净。想起老师是为了的技术助愿。你们有多少人担得起啦？你讲吼，咱的杂念也搁较济了吼，还搁有迄万分的心啦吼，起心动念的心，安尼免来当清净。啊，你讲要替老师，吼要借些迄个资源，咱靠我当打起迄个资源啦。哦，这是老师安尼讲，吼，咱要记呢吼，心爱修改的，吼，一心不良啦，爱清净啦吼，来。咱来善的立愿了愿，尽心用心，想想自己这些年来进步了多少，成全了多少人，办了多少事，外公纵然做得少，也要把内的培养得好。你不会想到没关系，可以默默地付出，是不是真正的立愿了愿了？这老师跟您讲，咱来立愿，来了愿啊，尽心用心去做。所以讲，咱想想的吼，想想自己这些年来进步了多少啦吼。老师跟您讲，咱是这几十年来吼，咱进步了偌济啦。
吼，相信在座拢有进步啦，经验啊嘛拢有啦吼。新传的话吼，成全了多少人？你新传偌济人啊，办了偌济代志啦吼。所以讲，我讲中南做得少，你我讲虽然讲做加不太济啦，但是也要让内德培养得好啦，吼、哦。伊讲呢，虽然讲你无做太济啦，吼、哦。我讲做家务做济啦吼，做得少嘛，也要让内德培养得好。你对点吼，你心性嘛爱是我做好的，吼、哦，爱是我做好。说你不会讲道理没关系啦，可以默默地付出，是不是真的你愿了愿的了啦吼？就是讲吼，咱虽然讲吼，话拢啊一寡老菩萨也不要做，不要讲道理啦，吼，爱要做啦。但你个对点心肝做好呢？习惯人啊，你讲啥哦，伊嘛讲，哦，人啊，你讲啥，有当时啊，伊嘛，哦，伊嘛袂感觉安怎啦，哦，人你讲啥，伊嘛感觉讲足自在，人个受了，正好啦，那是感觉但无听提款，哦，啊是人咧真正咧讲安怎，伊拢安尼袂受着的，咱道亲会受啊做好呢，伊会着做好，人佫来嫌伊嘛袂啦，哦，人佮讲安怎伊嘛袂，哦，所以讲个吼。咱就爱啥呢？老师甲你讲，爱默默地付出，吼、哦，那是真正了缘啦，吼、哦。来，第三呢，了愿才能了苦，了苦就能了罪。你想了罪，要如何了呢？用什么了呢？要了罪，要大愿。没有愿，就会马马虎虎，得过且过，不会珍惜。人生啊，可是徒劳啊！你忘了你的愿，造罪累累，苦的是谁呀、啊？既然知道人生苦短，又何值得你存贪念呢？为何不珍惜你现在所结下的缘，好好的惜缘，圆你这个缘的，绵绕着你的愿心。这六万年来所造下的无数罪，又如何能够一笔勾销？我这非常重要。所以讲呢，咱要了完，才当了苦啦吼，了苦就当了罪啦。所以讲咱做吼，艰苦不要紧，咱来当做吼，了一寡苦呢，就当了咱过去写一寡罪了。所以讲你想要了罪，就要如何了？用什么了？要了罪。都要有大愿，所以讲咱来要有这个大愿啦。所以讲愿啊大呢，那就大。所以讲你若呢欠人一个冤天债主呢吼，你的愿若较许落吼，你真正吼有力啊。较早吼我吼，较早会记吼，较早正干太太一只啦，较早干娘子在干苦的时阵吼，我迄阵啊吼，咱的学校的报纸拢摕伫我遐，啊那应该。安尼啊，像迄阵啊吼，咧艰苦啦吼，迄阵啊身体无爽快，安尼眠眠啊，啊着安尼微微啊困哦，拢袂使精神哦，啊送去病院，啊着无啥好。吼、哦，咱陈太太吼，啊甲因迄医官哦来一届着安尼，吼、哦，着甲摕互我讲来五万补哦，吼安尼啊就五万摕来甲补落吼，明仔载去即种病院哦，伊这囡仔去哦。哦，啊，就安尼开始精神起来，就精神就好起来，身体就安尼加好，做好精神做好个啦。迄冤家下落吼，啊，功德甲做好，真正有差啦。我安尼，即马来报告个，即马甲送过中心，安尼了，等下啦，啊，就等下身体安怎好，感觉有较好啊，会精神做好，啊，拢会笑啊，大概就安尼。即马佫加无偌久，即马换迄个咱中经理，阵仔也做经理个，佫代，我袂笑完。有人啊，偌济，都甲报几万了，剩下安尼安尼无啥用，佮甲报死哦，两工啊，讲，佮身体佮有较用起安尼，所以冤啊，甲下落吼，真正上天哦，真正有安尼，就真正有力个啦。所以咱冤啊大呢吼，咱就大，这是老师安尼甲你讲。所以讲呢，咱今仔日呢吼，爱知影，人生是苦短啦，值得你在贪念吗？为何不珍惜你现在结下的缘，好好惜缘？圆你这个缘呢，没有照你的愿行啊！咱打扮外年来，咱所做的足济啦，吼、哦，所以讲呢，变来当一笔勾销呢。所以咱来当做有钱出钱啊，有得出力，不一定讲一定爱出钱啊。
你的冤人较迄落哦，人若做啥，哦，厨房的呐，讲要做啥来加减了冤七彩，这嘛是拢冤定的，哦，敢是安尼？所以讲呢，咱下个了解，每个人从你天道皆是历练而来的，为师不怪你来到人间，迷失了自己，忘记了事业。可是，一旦你进入佛门，担了神圣的职位，为师就不得不再提醒你们，要知道你一人罪，万人罪，九天七宿皆遭殃。不要以为你一个人是小，只不过造了小恶小祸。要知道，滴水虽微，见明大器。不要小看一滴一滴的水源，一滴一滴的小祸，见明大器，明不明白呀、啊？哦，这老师甲您讲，讲咱是拢伫李天家落来啦，吼、哦，咱就是呢，伫李天家有灵官之代啦，为师呢。无怪你来到人间，佫叫袂失去家己啦。袂记讲咱的世缘，可是呢，一旦已经到来咱这个佛门的吼，担了神圣的责任啦吼，你的职责，无论你去做啥职责，单做人才拢好啦吼。好，为师就不得不再提醒你啊，伊无甲恁提醒袂使啦吼。所以讲爱知影讲，你若一个人对呢，万人对你的九缘七组吼，拢总会对啦。所以你们看一个人哦，一个人事小，主要不，哦，不过是造了小恶小祸。要知道呢，滴水水尾呢，哦，见明大器啦，不要小看一滴一滴的水源呢，哦，能滴水成河啦，哦，啊那滴沙呢，哦，形成塔啦，哦，所以你们看小小啊，一滴一点的哦，一小个，到尾出现呢，不要我们不要以小，哦，不要。以小恶而为之啦，不要以善小而不为啦，吼！你嘛讲啊，小块诶，这个小块做唔对，啊不要紧啊，这小块原则你下做到尾啊，所累积起来就足济。哦，啊你嘛讲啊，这涂骹哦，石石头啊，伫路中啊，这后壁这路往去塌啦，你下当啊小小啊捡起哦，虽然讲小小也是功德哦，这大嘛是有啦，吼。到尾也嘛是有，这是老师甲你讲吼，大家搁了解啦。当你遇上不如意的事情，不可怨天尤人，前世欠人的，这事就要还，一点依赖不了，这些都可以透过歪来想还的。比如富有的人可以不出金钱，贫穷的人可以不失时间力量，贫富多的人可以用爱心。慈悲心来做无限的布施，当你拥有爱心、慈悲心时，就充满快乐，身体也就健康起来。这是便是世上最富有的人了哦。伊讲呢，哦，你若拄着无如意的代志，你袂使怨天怨地啦吼，前世所欠的绝对爱还啦，哦，一点的低拜。依赖不了啦，这拢是咱透过咱法官来行啦。所以讲，咱的原料无足关的。所以讲呢，若有钱的人，你着报寡钱啦吼；无钱的人、善的人，着会当布施一寡时间、金钱吼。无法度，咱着布施一寡时间吼来做一寡吼，即个无意识的工课啦吼。所以讲呢，你今仔日来当吼，会当安尼做吼，即慈悲心的时，你着所做的代志会足快乐。你的身体会渐渐会健康起来，话啦，身体歹吼，来遐做寡义工吼，做个身体有啥会？迄较早捌听一个讲安尼，本来翘骨翘骨啊，拢会酸痛吼，去拄加身体到尾也拢啊用起呢，吼。所以讲呢，你若会当呢吼，所做的吼，为了爱心呢去行功，就着了缘啦，去付出，吼，安尼你就是老师甲恁讲，你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啦，吼。啊，所以讲呢，吼，咱今仔日，吼，咱的这个，吼，五行的，吼，各种的家属，吼，每天的五行的子女，吼，再替咱做一个，吼，吼，五行，的一个，搁替咱复习一个啦，吼，每天的五项资料，咱做伙来念啦。
回天的五项资粮，第一德行是修身的根本，二戒律戒为师服侍创意，三信念打破执着抛开习惯，管事我和得天地自然如意，五念行以佛愿为己愿，以事愿为主愿。所以讲读书呢，我们的经文就是甲恁讲吼，恁今仔要回天的这五项尊哦，伊的德性就是咱的吼自性本体，咱知影吼，咱拢是佛祖的吼，咱的德性吼是咱修身的根本吼。到底爱脚踏实地去做，第二咱的戒律呢，咱爱以戒为师啦吼，不住放逸啦吼，咱爱以戒为师。第三咱的心量吼，到底爱正确，爱打破执着啦。抛开咱的习惯啦，茫讲啊，即个个性，吼、哦，咱的心量，到底吼爱专念啦。第三，火候到底有够啦，吼、哦，咱若合得天地自然如意，火候到底有够。哦，咱的修呢，吼、哦，袂当呢哪修哪热啦，吼、哦，咱若对遐修家吼，袂当吼，互你吼拄着啥物代志，咱到底呢啥呢？爱，吼、哦，爱专念啦，吼、哦，火候到底有够。愿性就是讲，咱所立的愿呢，到底爱照愿去行去做啦吼。所以讲呢，吼、哦，咱家最后了解啦。老师的话，纵然再经过千百劫，他永是智慧的灯塔，迷途的行走。哦，所以讲咱老师的话，经过咱不了八千万劫，他永远是我们智慧的灯塔。哦，今仔日呢，吼、哦，吼，咱呢，吼、哦，是咱。哦，迷途的木走啦，咱今仔来世间，你若无哦，老师呢吼，可能用这個，咱就是那像一只迷途的羔羊安尼吼，若无用个木头，可能泡青呢吼，咱也都一只咧独孤啦吼，也是知影吼，来世间也都一只明白，吼、哦，叫一个恁老师的歌吼，咱吼。咱这地呢吼，是咱甲咱做一个啊最后的结束啦吼。咱这个老师是咱全世界最懂你的神，哦，是咱老师呢，时时刻刻拢伫咱的身躯边，咱做伙来唱啊。这条呢真好听啦哈。是几度寒冬吹，黄昏的香不好回应，唱着每位众生付出来受罪，牺牲时间分餐的赞美，一年经过苦难重重痛心扉，深夜里独自安眠，不要人手中说会睡不心碎，上天会不理解
最后呢，祝咱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上万请大家。